这辆拆掉了，他们一刀斩了，有打了乌刃，乌刃。你开掉了，开掉了，开掉了！我帮你扛，帮你扛。你扛不了，他有一刀。扛乌刃，扛乌刃。我没了，我没了，你快走。我去越南那边。哎，他们、没一刀吧？你们那边可以走吧？有一刀，有一刀，又是乌刃的。可以走，走了，走了，走了。出了，我四出。还是差分，四出四出。好起来了，四出加四杀，可以稳定上分呀。这边也四杀呀，四杀四套，这样分数会多一点吗？哦，我到晋级赛了，这样分数会多一点吗？四杀四套的话，好像是，对，加12分，如果有连胜的话，加的更多，这么恐怖？我们三连胜是吧？好像有三连胜，对，三连胜，这把出来就三连胜。哇，他们还跟我说你们是黑车，稳的一批，就是不要听他们瞎讲瞎说，我们这个是法拉利。怎么就是个黑妹了？撞脸！这鸟有点喵啊！刀都不会扛的吗？这个人转点还失误了。
黑妹有点吓人呢。哦。放不出去啊！养好了，养好了吗？养好了，但是他想打我一个气球刀。直接开吧，等会儿。他打我个传送，应该还有二三十秒。可以。压门了，我压门了，我压压那个小门。我在大门，我在大门。OK， 我也是大门。他传送应该还有一会儿。地窖在海边。我看到一个盖子。可以，够皮。这是一只鸟，他没在追了。Okay， 我们走了。然后再追的。那边已经四杀了。溜了溜了溜了。溜了。再见。溜了溜了溜了。我再弹一下。晋级成功了，对吧？成了。晋级了，晋级了。以后的排位争宝是世界的了。四连胜加多少啊？看一眼，加两分，加两分，哇，好多！五连胜加三分，五连胜加三分，反正最多是加多少分来着？忘了，三分还是？最多只有五连胜的。哇，你们都四阶了，我还是三阶，给你们拉三分。哎呦，我一直在闭麦。嗯、对啊，你一直在闭麦啊。对啊，一直听不到你的声音，可能。哎，我还想说，算了，我不说了。你是不是那边巴拉巴拉说了一堆，然后发现没人理你？对呀、啊，我闭麦的。哟。路人，路人，路人局。这好像刚打过那个杰克是吧？那个。真的吗？他们接单嘞。接的吧。不打了。可以，他接的。路人都是娱乐的嘛，我继续玩调香石了，加这个超速球，超速球啊，那时候打过 CS 榜女是吧？对，这我们都打过吧，应该排到挺多吧，就几十球，是不是那个浮风纸？别让我听到这个盲女在哪敲的账。不然他就被秒。
还不敲？这么高？他不敲我不知道啊。哎呀，这也太巧了，大爷你散步呢。直接被淘汰了呀，我觉得我还可以欧一下。还不救？这么无情的吗？有没跑二楼？长见识。被投了。他妈的不敢敲账啊！无所谓。毛你不敢敲账，还要敲账的话，更好打了。全都在秀，好卡好卡，我猜他救不走，救不走，我直接走，膨胀，好卡。这么多娃娃吗？哦，两个结石。全是娃娃，好像那边乌鸦飞了，怎么有人被淘汰了？
还有娃娃呢，哦哟，卡了我哟。偷东西了。耳鸣亮了，哦，谁一挂死来着？啊，都一挂死，这个包成石坨子。好了。
把我分很高，8500。心心念念。我重启下游戏。是少一个人呢，得少人了、你们还打吗？还打的话再拉一个。反正马上就7点再打呗。我好像可以拉一个，问他。你们也问一下吧。我这里没有。我拉拉卡。你拉吧，你拉吧，算了。我们5连胜了。好像也没得。刚5连胜加几分？4分、3分。哇，我的胜率85%，好高啊！看你们的。我们很低。我气死了。没得人呐、拉不到吗？拿个土黄油可以。我的好友了，来个土黄。谁都不在线。是这个，我这里有个屠夫可以拉吗？可以啊，拉呗。一个玩老头的，那可能他打不赢吧。可以啊，那老头也行。没问题，没问题，老头老稳了。老头关一个就行，我们四出。你们稀缺一吗？哎，谁进来了？刚满。你们是缺一吗？刚满了。啊？满了吗？满了。刚满。OK， 正好我的修电脑。修电脑。他不是手机玩吗？真巧了，你说。是 XGI 的两个人。XGI 吗？哎，这张图老头应该挺厉害的吧？我也用先知。那皮皮跟你换吧，我调上你先知。啊，行。调上好刷分。这还好刷分吗？爆刷爆！你发了吗？能挨七刀。我发了，拜拜。哦，你是发队伍的。哦，对，哦，这没用啊。你看不到，你发完了，你发。还好，他万一选一个约瑟夫，然后进我们语音频道，然后杀光。哦，对哦，我发不到。你发队友频道，发队友频道对。哦，这样子。好像身差两个身是挨7刀，好像，哇，好狠！我抽人皇了，你们看看屠夫是啥？应该在那个墓地。他在墓地，蜘蛛在墓地。
那晚红毯走了，应该要去四号棋。哎，红毯是我让他看不到我，这六他一会儿。好的，他去四号棋了。哦，四号棋应该没人吧？有我啊。哦，没事。抓阴兵还是很亏的，插眼了，万物皆可插眼。对，走了走了，然后去那个教堂里面去了。哇，插壁了，这怎么办呀？我要去墓地了啊！啊，只要你要的话跟我说。好的好的，我进墓地了。嗯，我在小门口。中场修了一点，他不追了，他不追了，他不追了。这我来了，这我来了。墓地有人修吗？没有，没有，没有。他墓地出生的。嗯，那我修火入地吧。哎，如果我战争后遗症，那插个眼是摸不动的，就。那个谁记得修一下中场？中场都让我去吧，有机会的话。我就不看你了，我刚撤回了，我刚以为你要吃刀。这个板子给这边给你溜，我走。他又来墓地了，是追我吗？我插了个野。哎，我可以跟你们换一个电池，让他以为我在。你要鸟吗？还不用，等一会儿，等会儿。哦，他不管你。没有，他好像是。哦，他管你。要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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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没了。给不了了。好吧。我刚刚我来了。刚刚我以为你说暂时不要的时候，我看了，手痒，看过去了。然后 CP 我来了，我来了。哎，补一下那个微墙小门。四号，四号，那个，你去四号。OK OK， 我去四号。我去救人。一会儿你被救下来，我就直接给你鸟，你不用帮他扛刀。哇，厄运了！给他鸟吧，他要不吐死了。我直接给他鸟。哎呦，没了！告辞救我，我去。哇，这个好惨！我去。我今天中了好几道厄运。这星期在踢我。你说你打了五十刀，一刀二运了。对，中了。我中了两三刀。我这个地方很难救。哎，我可以，哎，尸体可以扛人吗？我当了一个自动门。嗯，爬不到。我把他卡住。嗯，插一台啊。卡不住。哇，他被他吐了。看你能不能翻过去。哎呦，没了没了。墓地的电梯被压着了，墓地飞了，还好他没给我插，哎，我这边插个眼，我在想还好没插眼，怎么摸不动，我还得爬出去，好惨，我修自己比修机还慢。修着修着他就过来了，他又过来了，好像。你修。哦，他过去了，过去了。过去了，我要溜了，我没治愈了。跑喽，我换一台吧，要。我又当前不可使用盖道具了。工厂修掉了呀，我再接着修。就是你一会儿可能要来救我，墓地。嗯，没事没事，等会儿。我补墓地，你去救一手啊。行。你可以偷一手。看你的吧。全是眼，我可能就活了。全是眼。只要不被吐中，
喊过来。Nice，Nice。可以吧？可以可以。开得掉吗？没，超牛。我往远带。OK， 我也往远走。哇，我躲了两下。开得掉吗？还差五秒，还差一点。亮了，去你那了。哦，放血喽！我开小门。地下不在围墙。我开红毯。他好像来小门了。他来小门了。开红毯。我在红毯。开掉了。还可以摸个箱子。不知道墓地有没有地窖。墓地有，走。还要卡我，完了，走不掉了。哎呦，那我刚可以去救一手。我们走掉了。出不去了。嗯，老头还在滑呢。嗯，完了，哎呀，完了，偏了，差一点点十三秒。哎，对对对，全是金丝，还有两个眼睛。他这边能杀几个？看一眼去。不知道，不知道电器压好没？哎，两个了。嗯。啊，狗张虎守门还挺厉害的，是吧？嗯，哇，关门打狗，这魔术师出不去了呀，好惨。对，如果他的墙在已经开完的电器旁边，他会不会消失的很快？会的，只要是电机和椅子都会。这游戏好像没有那么智能。魔术跑了，跑出去了呀。还差一下。哎，传送。人肉守门。这个老头可以封个三角拦人呢。他可以把红毯这个正方形划起来，就没有人跑过来。而且那个墙烧得很慢。老婆玩手机简直了。对，关键是关张视角。跟他团一下，然后好猥琐。他应该是等他们没心跳，还开吗？还敢开？要我是人，就跑另外一个地方，两个人躲起来。我感觉这把应该大概率平局。他很快能让这个没了。他没能量了。弄出一个闪，弄出个船就好了。他没有船。让神灯滑死魔术师就好了，他其实是收不动的。这里能量多，应该有事。哎，滑三角啊，应该。对，他喜欢滑人，他不喜欢滑三角。对，刚滑三角就佣兵出不去的。刚好一个。但是有个传送，在手这上面。先挂了吧。结束起来了。起来了。
哦，从他背后跑了。哦，真没事。没事。哎，有事。哎呦，看他能不能把佣兵给弄死。佣兵在摸宝。爬都不让你爬，哇，好狠。但是那个枪烧得很快啊，有个椅子。都要用兵打吗？有耳鸣的吧，应该。你来了，划一条长的。还不封门吗？哦，要命死了！哦，牛皮呀，滑死了！哦吼，上分上分哇！上分上分，上分上分，对对对对，他怎么只有七千分？我怎么？对，这分怎么这么少啊？对，分好少，老头不玩了。老头分好少，打那么久有1-2稳的呀。嗯，6连胜加3分，还是3分。三分了，我去上个厕所去。可以，6连胜了。哦，我给他发歪歪。两只鸟哎，我去修角落的，角落有人吗？我去修海边。没，我去修人皇。海边，人皇没机啊，我修船头。我还以为 你看的人皇和我想的不一样，不然我就说他来追我了，在海边，看了我一眼跑了。又过来了，什么意思？先追你，追到传送。他去那个追先知了。哇，他来我这儿了。对对对。我在这个角落。佳佳，别跟我说。啊，等等，先不用。哎，你在补我的电机，那我去哪儿？船上有人吗？我角落去一半多。船上有，船头可以。那我去海边啊，上海边那边。我想。哎呀 ，TP 踢了。船我的。海边有2台。啊。哇，这个好恐怖啊！差点被震死了。超凶的这只猪，看到我都追。快开了，海边还有一台 ，OK， 木屋应该没人修，吐死了，我来救，有地下室吗？那边你修的哪一台？大船在海边修了一半，我修了大船，修在海边是吧？对，海边有2台，船上有1台，没有站旁边了。把他往海边，
没事没事没事，我只能看。一说话我分神了。没事，你治愈，是吧？我们节奏很好。艾莉刚一张嘴，往海边跑，海边跑。哎呀呀呀！买了宝瓶。他跑进来了。哎，我摸好了，我摸好了，我修好了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他挂他的时候，把有那个僵尸的东西。我懂。哎，我起了。哇！把他那个挂上的那个有僵尸的什么？没事。我救不了了，我要去船上修吧。嗯，去船上。传送了，传送了。我去，哎，这模式有没有箱子啊？哎呦，被统治了。没开到。这模式没箱子吧？摸满还可以救，船上还有半台是吧？对，海边修三分之一。海边修不了了，要重新修。跟大家说，全是丝，估计。很难弄，这摸满感觉死血就来了。太阳下了，爆皮了呀！看不到。走到地窖，走一个吧，可能老风能四杀。这交两个护腕，三个护腕跑不到。弹过来，我试试吧。不要像阅览那样弹回去了。什么气 ？PC 不是吗？阅览说：“我弹回去了。”我拉走啊，海边，你先走远一点，你先别管我。去木屋那边吧，楼上有人在修。海边修啊，海边是座位台。啊，又没有倒了，现在死了。那我去那个最远的地方，你是吧？拉远。哎呀，还有鸟。刚洗澡，没办法，不然我肯定给你。没事，我把它拉超远的一个。不完犊子了吗？跑一个就行。哦，不行，你又没治愈，跑个锤子。说你可以狗到流血流死。你们流血加速啊！直接打你要的回有一个佣兵，狗到流血流死，太恐怖了。上次我们打训练赛的时候，我就流血流死了，因为我快摸好了。六哥狗到我流血流死走地窖。哎，你最恐怖了！那我摸一下就好了。哇，甚至可以摸满哦。去修海边，起来之后去修海边。行，你去那个小木屋重新修一台吧。摸满吧。摸满，我要冒乌鸦的。不要跑一起，我去另外一边，我去另外一边，给我把勾引开。你先别着急修。吴斌，他打到你，他就找。找调香师，如果他找到调香师了，那调香师就没了。看你的吧。我没有双弹。这边有地窖。这样。哎呦。倒啦。传送了，别去海边。真巧，刚到。完了，我要修自己的，真的是。应该两个人先分头跑，他在船上那边能透视到我。我这里我爬地窖里面去啊，他挂你我可以爬出去。不行，我说这边应该是。那他不是上挂飞？对，不是上挂飞。冲呀！全是蛛丝。
被控制了。我的我的，看看能不能保平。哎，你看他不动了。哎，我游戏掉了，好像。有蛛丝救人会变慢吗？我也不知道哎。蛛丝救人不会变慢，但是有人会变慢。啊，那我们有点慢。轰！围圈打出。哇，滑到了！哇，又滑到了！哇，又滑到了！这满血这么不滑的，接的好准，好耿直啊！那佣兵，咱不，咱不按照他的套路了，到最后按照套路来了，又一百刀了。他这个从超远的地方发的，超可怜。哎，祭司好像可以穿这个墙，是吧？佣兵起来了，怎么死的这么快？佣兵？为什么佣兵可以起这么快啊？哎，对，佣兵怎么死的这么快？没后遗症，被刺不散。哦。那这把刺杀了。老地方再滑一次。给他一刀。他把这个。先是出不去，卡在这的。嗯，好聪明，学到了。直接卡在这个点，他救下来直接就在这。学到。下次就是我的了。哦。那这佣兵还要钻。再把这边一封，哎，残影插不了了。对，他可以，而且他那个盖可以传到那个墙上。哇，你治愈了。最后一台收不了。可以可以可以。平局好像也是断连胜吧？平局也会断连胜对吧？不知道哎。是的，是的，好像会的。还打完最后一把还是休息打那个排位。哇、哦，还只有九分钟了。对，九分钟。九分钟，你们还打吗？我都可以。那打一个快节奏，我打屠夫吧。赶紧结束。结束结束。可以。感觉这波平局是个。消息，你懂我意思吗？冲呀！冲呀！